这个辣椒一包就是一斤，好划算。你看我这放的这个柴火辣椒，这边放的酸菜也在小红车里面，小店里面，直接去我店铺里面就可以拍啊。这个酸菜，吃饭了，姐妹们，吃米粉哈，猪蹄、贡菜、生姜、贵州米粉，用人肉烩辣椒酱做的，还放了点贡菜。这个粉好滑呀，
蹄好好吃啊。脚有点老了。麻辣香肠，腊肉。